好，这个中距离超板得分。这边篮板球林奕辉拿到，看到杜兰豪威要来组织这波的快攻，走过来单手暴扣篮筐，杜兰豪威，AKA Superman，这时候表现杜兰豪威下半场哦，这边开启了进攻模式哦。哦，他跟奶奶。 拿到球之后，自己 coast to coast， 面对两个人的防守，这边退掉了，变成一打一，一个转身又找到了。杜兰豪我拉开了，这边用速度过掉了吗？没错，对。这一次的进攻，延长的出手没进，篮板球下来，杜兰豪我拿到自己带球，看看能不能来做进攻，再给陈孝龙你一次机会，有了。哎，球自己滑掉，霍华德拿到球，又是自己带球，前面这要放掉了，双手扣。